玻璃顶公所举办玉树节活动，早起伫地母庙停车场的空地顶面，邀请上百位民众同齐来种下上百丛的黄花红莲木。嘛，因为这黄花红莲木有清洁空气效果，借此提醒大家共同来守护玻璃的新鲜空气。而这次安排的大人、小囡仔同齐来种树啊，也传达了爱树爱地球的环保观念。上票。透过动感的舞蹈，传达大家来种树啊，是一件真快乐的代志。我已经亲吗？啊、哦，我们是大力士，爱树小天子。参加种树的民众，以家庭为单位，家长陪伴小朋友同齐来种树啊，享受亲子同乐的气氛，嘛，让小朋友会当为环境出一份力量。好玩啊！为什么觉得好玩？就觉得好玩。啊，困难吗？有点困难。因为要很多石头要玩，然后这就加水了。以前都没有种过呀，没换环境，错呢，换环境，错。那种了树之后呢？那你们要多久来浇水施肥一次？不知道，一个月吗？一个月，三天啊，三天。不是这样用倒的啦，你就洒到我都是浇这里的。你把水浇在妈妈的身上。妹妹，小朋友头一摆种树啊，当作那佚佗同款。当然，主办单位会如此的安排，也是希望趁机教育小朋友树啊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。就是可以保护环境。嗯。然后、啊、要怎么让它长大？就是要常常浇水，然后施肥，要环保。环保、哦、啊！种了树之后呢？要浇水，三天浇一次。那你会常来浇水吗？那也邀请大家，你要记得。如果这棵树可以伴随着它成长，我是觉得很有意义。所以镇公所办这活动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你觉得小朋友在种树的过程学到什么？学到如何珍惜植物，在让它成长后，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必须要付出劳力才有收获的。第一次体验，对。那觉得小朋友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学到，真的就是种植物的经验啊。我是觉得啊，就是不管是树还是，因为我们都没有种过蔬果，就觉得还蛮特别的体验。有时间一定要回来看你种的黄花红莲木哈，啊来再压一下水嘛，无要紧哈。啊，村里呐有迄种的酵素的肥料哈，会当摕来遮撒一下肥料哈，上最后尾给咱所有的小朋友哈。啊，会当透过咱的这个种树吼，会当去了解咱的树种啊，了解树啊对咱大环境的这个重要性吼，啊，会当讲往下啊，和咱全面拢一起来种树吼。玻璃顶公所表示，今年玻璃种树啊这活动以玉树为主题，嘛是希望除了种嘛爱顾，因此希望家长甲小朋友种树啊种落以后，有闲的时阵会当来关心者，地保庙嘛协助树啊照顾甲管理。希望未来这上百丛的黄花风铃木大丛以后，除了美化环境，也会当对净化玻璃顶的空气带来帮助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